大家都辛苦了啊，做了一个多小时不容易是吧？我辛苦啊，啊，我是，是这身体有点辛苦，就是，确实也得付出一点嘛，这些付出都是很欢喜的啊，大家好不容易中间休息几分钟放松一下是吧？所以一时半会不想刹住车，行，我们还得回来啊，我们看下面具体。下面有问答，啊，哎，天台宗经呢叫料简啊，问答就是料简，也是其中的一种啊，嗯，好，问，三藏菩萨虽得四悉檀，万通教但成三悉檀，今通教万别教云何啊？那就问，三藏教的菩萨，前面不说有四种悉檀吗？三藏教的菩萨得到四悉檀了，那、他也能够用是吧，又能得又能用，有些说哎不一定完全得到，他故意不完全得到啊，说福祸润生也有这种说法是吧，但是这三藏教的话一般这种情况比较少，主要是通教，通教福祸润生啊，这里记错了，万通教呢他只有三悉檀，就是他的第一悉檀在通教看来不叫第一悉檀，不成立，他只有前面那么世界还有什么为人对治悉檀，这三种是成立的。那么反过来我们再看通教来看别教，跟别教对比又是什么情况呢？它是有四悉檀呢还是没有呢？答有而已，有两种说法啊，单通是得四，万别但得三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单通就通教就它自己本身来讲，当下来讲他具备四悉檀，他在自己这个教里面说得过去，但是如果按别教这个要求这个标准去看的话，他也只有三悉檀，就跟前面三藏教如果从他单教来说，他三藏教菩萨有四悉檀，但是他如果按照通教的标准他只有三悉檀，哎，这也是一样的，那通教到了别教这里他也不具备四悉檀，也只有三悉檀，他的第一悉檀也不成，是吧？大家就知道我前面说的没错吧，是吧？你这个小学毕业在我这个初中根本就不入流的，你还没有真正入学呢，一年级都还没入学呢是吧，初中你毕业算什么，所以说这里我们就看看啊，反过来通教跟别教也是这样，在下面看第二问啊，别教万缘一而佛啊，那么别教来看原教，以原教的标准来对比的话也是这样吗？是不是说他也不具备四悉檀，就是只有三悉檀的呢？就前面这个例子是一样的呢？啊，就不一样了，这说不利，就是不同啊，不同前面的藏万通或者通万别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原别正道同故啊，什么意思？原别正道同故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估计大家不跟大家讲，真的没几个能知道的。这里面就是原教和别教所证得的这个道理是相同的。啊，并曰又说三藏通教具证真谛，亦应具得四。啊，那有些说你原教和别教证得的道理都是同的话，那么我们三藏教和通教也证的这个真谛呢，那他应该也有四悉檀，你为什么说他只有三悉檀的呢？啊，答，三藏真谛虽同，
菩萨不断惑，故缺一。三藏教和通教同时具得的真谛是相同的，应该三藏教和通教之间没什么区别。那么三藏教相对通教为什么只有三希堂没有四希堂呢？这就说了，三藏教真谛虽然同于通教所证得的真谛，但是三藏教的菩萨没有断惑，没有把所有的惑都断尽，所以还缺一，就缺了第一义谛。他跟通教比起来，他断的惑更少，通教断的惑更多，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？啊，以他的标准来说，你就不算了，啊，然后呢，缘别具断惑，是故具四，那边是不断惑，而原教和别教呢，别教也断惑了，原教就更不用说了，所以说啊，别教和原教可以说是正道同故，但是三藏教跟通教对比呢，不能说正道同，啊，它是有差别的。又并三藏通等虽四而三，可是学，可是全。又是什么？三藏教和通教这两种教虽然有四希堂的名字，但实际上只有三希堂的真正的含义，所以它只有三希堂成立的，实际上最后这个第一希堂不成立，它是全，可是全，它都属于全教。别教呢比较特殊啊，别教四而不三，应非是全。别教说四希堂，它确实就有四希堂，它也有跟原教一样的第一希堂，所证的道跟原教是相同的，所以说它不是属于全。当然这是从正道方面讲啊，另外还有其他的不同说法。我们看啊，答，又看答啊，三藏通教啊，这里还有这个又并，这是又疑问了啊，又疑问了。他说是不是别教应非是全？这里说三藏通教教正句是全，句是全，故当三无四。啊，这当三无四这里得来个句号。就是三藏教和通教呢，它的教道和正道都是属于全，都是属于方便，教教法，正。最终证得的果位，证得的道，都是属于方便，所以说它只有当三，只有三希堂，没有四希堂，它是相对于后面别教和原教来说。但是呢，别教呢是教道是全，正道却是实，你看它就很有意思，它从教理上说它是方便，它不究竟，虽然不究竟，但它最终证得的果位呢，这个果位的性质跟原教又是一样的啊，所以说从正得四，从教则全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从正得的道果来说，它具备四希堂，从啊它的教道，它的教理方面来说，它不圆满，它就是属于全教，它就只有什么呢？三希堂了，就没有第一希堂了。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吧？对，就是你说的这个佛法还不够圆满，这是别教的，但是他虽然不圆满，最终如果他证得道果之后呢，他也能破什么呢？破无明惑，能够证得一份法身。但是他证的法身，我们知道别教没有圆满的究竟的法身，但他证一份的法身也是法身啊，他跟你圆满的法身本身这个性质是没有任何区别的。打个比方，就是说天上的这个月亮，十五的月亮是最圆的嘛，是吧？然后平时呢，初七初八刚刚有月亮，到月亮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是吧？它半月甚至是月牙，它本身也是月亮了，它性质并没有什么区别，知道吗？从中道佛性它是一样的，但是从它这个教法教理方面来说，它确实不究竟不圆满，所以为什么它最终证得的这个正道也不究竟不圆满，就因为他的教道所决定的啊。所以说佛教讲这些东西啊，教理行证，你教不究竟不圆满，你所悟得的这个道理就不透彻，悟得的道理不透彻，你要修行你怎么修啊？你要依教啊，要依教而修啊，那你依的教本身不圆满，你最终获得的这个果证
正的果位也就不圆满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也是表示什么一种什么因果。所以说什么呢？都是从教而起行，从行而什么而正果。如果你的教都没有学圆满的话，你最终修的行肯定也就不圆满。你修行不圆满，你最终获得的果位也就不圆满。所以说学习多重要啊！听经闻法多重要，这是第一步，入佛法的第一步。第一步没有走好，就决定你最终的成就就不行。打个比方，我们入学是吧？你找个普通的平庸的老师，你再怎么学，把他100%都学了，你也就是跟他水平差不多，是吧？你找个顶尖的老师，我哪怕只跟他学到1分、2分、3分、4分，都远远超过那个100%的平庸老师。如果你最终一直学下去，你跟那个顶尖老师是一样的成就，那不可同日而语。那就明白意思啊，就像你如果好学校，现在不是争不同梯度的入重点学校嘛，重点小学从小学就开始拼了，幼儿园都开始拼了，是吧？中学啊，什么附属中学，什么什么实验中学啊，然后最后就是拼大学，重点大学是吧？还重点里面又不一样的是吧？都在这，为什么要拼呢？是吧？实际上有点俗了，是吧？但实际上也就表明什么，你入的学校不一样，你最终可能获得的成功的概率或者这个成果是不一样的。当然，这都从世间上去争啊，也不是说完全没道理啊。但是如果大家都去争的话，说句实话，功利性太强，确实也不太好，是吧？佛教最终叫无争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叫无作四谛？最高的标准是叫无作，知道吗？无住，并不是让你不做，就是心无所作，心无所住。但实际上做的比谁都好，谁都自然，没有任何的功利心，没有任何的妄想投射其中，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，没有我执，没有法执，确确实实在踏踏实实在做。而我们的话，都是起心动念，就是错误的，都是为了自我。所以就会有烦恼成就了也有烦恼，不成功一样也有烦恼。好，别教这里三藏通教教正俊是全，故但三无四啊。别教教道全，正道实，从正则是，从教则全。又病，又问了啊，正道有四，教道应三。这到时候问的对了啊。答：若取地钱为教道，应如所问。如果你是以地钱作为这个教道的话，当然地钱都属于教道，是吧？地后的话就属于正道。登地的菩萨，别教登地的菩萨就是超凡入圣，他是属于入圣流了，在别教这里，他就属于正道了。没有证入初地之前，其他的什么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别教在这里，通通都属于教道，它都属于凡夫。凡夫这个阶段，它就没有果位，它这个方面就只有三悉檀。进入初地之后，它就有第一悉檀了。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？你修成了，你才具有这个资格，没有修成，还是不行。好，再我们看啊。第九，开权显实也，这个就很有意思，这是《法华经》的中心思想，开权显实。一切诸法，目不皆妙，一色一香，无非中道。众生情格于妙耳，大悲顺悟，不与是争，是故名诸权实不同。什么意思呢？一切诸法从本来，从它的本体来说，都是属于妙法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从道理上讲，一切法皆是佛法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既然皆是佛法，皆有佛性，那佛性就是妙。所以说我们经常佛教里面说最高的一个佛教的道理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。任何一个色，任何一个物体，甚至任何一种香味，这个味道，它都是中道，都是佛性，都是佛法。我们触目皆是，
但是畜牧都不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凡夫，众生情隔于妙，它本来具有这个妙意，但是我们看不见，摸不着，不明白呀、啊？为什么呢？情隔，情嘛，万情嘛，情执嘛，用错误的这么一种执着分别，然后你去看这些东西，看一切法，你就看不明白，看不透。所以说，中间就有距离，叫隔，知道吗？是吧？虽然是近在眼前，但是是远在天边啊。就这样子，你看，你看到我身体里面有佛性吗？你看到一切法有佛性，看不到啊。但是佛说有，就是看不见。为什么看不见？肉眼呗，看不见呗。凡夫的心，分别的心，你怎么能看得见啊？只有佛的心才能看得见，只有佛眼才看得见。这是从佛的这么一个位置上去说的。佛的眼中一切法莫不皆妙，一切法皆是佛法。好，到了你这里，本来具备佛法的一切法，都变成什么众生法？是吧？降一个档次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待遇吧，是吧？这就是因果，我们讲的十法界的因果，就说十法界为什么会有法的分别？会有界别，是因众生的因缘不同，所以就分成这个十个不同的世界。到你这里，就是你人法界所能看见的这个范围。啊，即使佛到面前一来，你也不是看到佛的形象，你看跟个普通的人差不多。然后你说：“哎呀，佛，你是不是你不慈悲？你干嘛不现佛像给我看啊？”佛说：“哎呀，你是不是冤枉我了？我现了佛像，但是怎么到你这里？”一照出来了，一看出来的，他就变成人了。然后他说：“不会吧，我要相信我眼睛看的佛，你肯定是在糊弄我，不是这样，实际上就是这样子，是吧？打个比方，我们眼睛现在的照相机，本来人家是个非常美妙的景色，你拍出来，哎呀，简直黯淡无光，就是个人一样的。啊，有些人一照相，哎呦，我一看，突然有光来了，哎呀，有菩萨，哎呀，有些人感到很神异。啊，虽然有些东西当然是有点牵强附会，不是真实的啊。”就说明一种心理，就是有时候你随着这个不同的因缘、不同的条件，它有时候同时拍一个东西，可能也会成不同的像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那不同的众生的因缘里的福报不同，所见的东西也不一样。啊，我记得前段时间还看个小品，是吧？很有意思啊。有时候看一个小品，讲一个喜剧，是吧？就是三个人在旅店里相遇了，可能大家有看到什么那个什么校庆比赛呀，这什么？这我觉得这个倒是有点意思，讲的这个因果，然后大家之间都是萍水相逢啊，说是见了面还特别亲热啊，就是相互之间就要什么拜为兄弟，是吧？然后都是其中一个人就比较坏，是怀着鬼胎，他就想偷这两位这个当时结拜兄弟的钱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正偷的时候好像说就打雷了，就把他。打雷也没雷死，是吧？另外两个人就醒了，然后就问：“哎，你怎么干什么干什么？”他就不好意思说了嘛，让人家那里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打雷呀、啊？怎么怎么着？他说：“我们暗暗的已经发了誓了，谁要偷我的东西就遭雷打，怎么怎么着？”是吧？后来啊，他说：“你能不能把这个誓言取掉啊？你看我都这个样子打雷，虽然没有死，已经打得够呛了，是吧？”当然他笑话，那行，那我就不发这个誓了。啊，然后我们再睡觉吧，睡觉，趁别人睡着了，他又投，一投好拉出来，本来是精子，变成叫屎粑粑，变成粪便了，哎呦，然后他，哎，怎么这么脏啊？怎么弄？好，然后那两个人又醒了，是吧？他这醒了之后，他说：“你刚才不是已经取消这个誓愿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没发这个誓，但我发了另外一个誓，我心中暗暗的发了个誓，如果谁要偷我的钱，这个环境就变成屎粑粑。”然后，因为他有这个坏的心思，所以在他这里拿的这个黄金、金子都能变成屎，别人这里依然是黄金，这就好了。这一辈子都受咒的话，就麻烦了。你说怎么用钱啊？用不了钱了，都变成屎了，是吧？这就他遭的报应嘛。当然，现实之中当然不是说完全能够实现的，就是说明个什么道理呢？是吧？这个因果有些东西啊，确实是很微妙的，大家不要说完全不相信，它可能会有艺术的加工、夸大。是吧？但是我们换另外一个时空的话，可能他受到的报应可能远远比现在更加厉害。这些事情就是这样的，你不能欺心，不能
违背因果，知道吗？你违背因果的话，最终你就会受到相应的一个因果的待遇，啊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可能有些人虽然吃的山珍海味，但是吃的不香，啊，睡的是非常豪华的这个别墅住宅，但睡不着觉，是吧？一个普通的人可能睡个什么三尺小尺的一个小房间，很简单，很简陋的，但是人家睡得香得很，吃的是粗茶淡饭，很健康，你看是不是？东西有区别，反而得到的最终的结果完全不一样。同一个东西，人家感觉到有很有味道，你就觉得淡然无味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是吧？你说福报就真正的是福报吗？因人而异。真正有福的人，福报确实是福报，他想得了；没有福的人，福会变什么祸？因为他没有福报去承受，他去享受的话，他最终什么都不配位，他会有祸来惹来祸端的，是吧？真正有福的人，甚至祸也能转为福，那就更不得了了。那所以这些事情大家好好去想想，真的是这样子的啊。你不要怪谁，怪自己吧。为什么看不明白？你自己不努力，你不修行，你怎么提升自己生命的能量？你怎么能够更明白地看透世间的这些万法的东西呢？别人为什么就能看明白，我看了怎么就是一片糊涂呢？是吧？大悲顺悟，不与世争。大悲佛菩萨都很大慈大悲的，不与世间的人去争论。我们讲了就讲了，你能听懂当然好啊，听不懂的话我们争论也没什么任何意义啊。下面说啊，是故名著诠释不同啊，所有的法都有权有实不同啊。故无量义云，无量义经说啊，四十余年三法四果二道不合。你看这个三法，上次说了三法，种种三法啊，说的种种四果啊，什么声闻四果啊，什么四果的是吧，二道有些根本道方便道，大家都没办法合，说了说法四十几年，但说的是什么，都是全教方便教。虽然你们也说根本教，但是没有开权显实，那么什么呢？权就是权，实还是实，权和实之间没有任何的什么沟通，权没办法变成实，实也没办法去接引这个权，去提携这个权教。所以说前面说法四十几年，一直没有说法华经和涅槃经之前，权和实之间是什么呢？泾渭分明啊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经开方便门，是真实相啊，方便门之中就有真实相，真实相而不离方便之门，明白吗？就说一切看似我们不起眼的普通的东西，既然含有最深妙的这个道理啊，唯以一大事因缘，但说无上道，开佛之见，悉使得入究竟实相，除灭化成，即是觉出，皆至宝所，即是入妙。开方便门是真实相，最终以一大事因缘，就是让众生什么呢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，让众生真正具备佛的这么一种知见，佛知佛见啊。你不能以众生的知见再去看这些法了，你要换一个思维，换一双眼睛，佛是怎么看这些东西的，佛是如何去认识的，以佛法来改变我们自己，替代我们众生过去的这些分别心种种各方面的虚妄的心啊，除灭化成。当然这个化成啊，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比喻的，就是这些二乘声闻啊和缘觉啊，它变的一个化成，不是最终要达到的这个宝所目的地，是中间暂时休息的一个地方。觉出啊，一个是觉出，一个是入庙。觉出入庙实际上就是什么？开权显实，开出显庙。觉就是开，把它说透了，说明白了，然后你就知道啊，原来出不仅仅是出，出中什么呢？有戏，出中有庙。你不要简简单单把这个事情看简单，看清了，一切法看似毫不起眼，我们看到的只是粗的一面，
佛再给我们重新再看一遍，给我们开示一下。哎呀，原来它里面有这个妙啊！我明白了，你看就入妙了啊。所以我们说化腐朽为神奇，点石成金，那就知道啊，原来石头上就有金子，原来我就以为石头就是石头，不知道这个石头是金子的石头啊。若儒教寺庙与金庙不殊，啊，惟绝其四全，入金之庙，啊，是故文云：菩萨闻是法，以往皆已除，即此之意也。这是分别对应这个儒教，就是五味教啊。第一个是儒教了，儒教寺庙哪寺庙啊？啊？嗯，那寺庙，刚刚不讲过了吗？前天上节课是吧？四全四实，是吧？这个四实就是寺庙，寺庙就是四实，它是原教的四希堂，这是寺庙。因为儒教是什么呢？是华严实，华严实是正说原教，原教就具备四希堂，四希堂又是实又是庙。啊，与经庙与法华的这个原教的庙没有任何的差别，但是呢，必须还有四全啊，它别就有四全啊，绝其别教的四全，入经原教的四庙，大家就知道了。它啊，不仅仅庙是本来是庙，原来的粗的地方也变成庙了，啊，这就真正的一个道理啊，就是开权显实。是故文云，这就说了，这是引这个经文来说了哈，都不用再讲啊。下面我们看第二个教，绝闹教四全，啊，闹教四全不用说了，荡商荡说三藏教，是吧？三藏教全部都是全，四希堂四全，僧俗是十二全。当然，除了十二全之外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四十，这忽略不说了啊。僧俗教有八全，皆得入庙。啊，反正是全的话，最终都是绝全入庙，啊，绝粗入庙，其他是庙的，本身具备庙的，就不用再开权显实，开粗显庙了啊。故文云：千二百罗汉，悉亦当作佛。又云：绝了声闻法，是众经之王。啊，你看阿罗汉也能成佛，你不要以为阿罗汉就永远就是阿罗汉啊。阿罗汉是小乘的果位，但是阿罗汉最终也能成佛。你只要通过佛的这个开示，他立即就能转变，就能发菩提心。所以在法华会上，大家看到什么呢？佛跟这些声闻弟子，很多声闻弟子有几个代表是吧？受什么呢？受记。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各方面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成就，你就可以在这方面享受了，躺在上面是吧？你要发菩提心，发了菩提心，大家一发，哎呀，明白，原来我们都可以成佛，我们不仅仅是可以做声闻的，做阿罗汉的，佛力就给他们说清，在未来过多少劫、多长时间，你在哪个地方成佛，你的佛号是什么，你有多少寿命，度多少众生，你又在哪里成佛，立即就跟他们说了。你不要等到以后你成佛的时候再说，现在先跟你说吧，哎，给大家什么打打劲是吧，打一些强心针。鼓励鼓励，确实是这样子的啊。这是个时间问题，就说你有这个因，已经决定你必然会什么得到后面这个果，只是这个果需要时间，需要个过程去完成它而已。啊，所以发这个菩提心为什么最重要，就在这个地方，走出这一步，啊，你不想成佛也会成佛了。啊，当然你不会说不想成佛，但怕你后面啊会有时候会退悔，啊，会忘失，是吧？但是暂时的忘失，并不代表你绝对的会改变你这个成佛的这个最终一个结果，啊！当然，绝了声闻法是众经之王。你看，人也能成佛，法也能成为佛法，是吧？一个人，一个法。闻以谛思为得尽无上道啊！方等般若所论妙者。亦与经妙不殊，这个方等是四教并谈，也有原教；般若是什么？说三藏三教，啊，也有原教啊。开权显实，其意在此。
反正就把这个全教最终开为实教，进入到实教，通通都把它做一个最终的一个那个融合啊。大乘的还是大乘的，佛佛法还是佛法，那么其他的声闻法，其他的小乘人都通通归于佛乘啊。打个比方啊，给大家来个大福利是吧，原来已经进入大学的继续在大学读书，现在在读中学的啊，提前都把你们提拔了啊，不用考试了，全部进入大学来，都让你们具备大学的这个资格了，哎呀太高兴了是吧，但你起码对自己有得有信心啊，啊我让你进来你还不进来，没办法，不对机了啊，我行吗，我中学都还没毕业你就让我读大学，我能够胜任吗，完了让你去你都不去是吧，本来能够去的是吧，就缺你这个决心是吧但有时候是当然不仅仅是决心这么简单了，就是佛看众生的因缘基本上也就成熟了，可以闻到这个一乘佛法了，所以才说的，并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说的啊。好，再看后面还有问月啊，我们再把这个问月，哎呀这内容真多啊，啊哎呀这算了吧，暂时不讲了吧，时间快到了，很高兴啊，一说不讲了啊，早点下课好了是吧，学点佛法不容易，你看这个色身太不支持，这么时间太长累啊，现在娑婆世界时间不够，精力不够，智慧不够，福德不够，什么都不够，我告诉你，自己没这个智慧，外面又找不到好的师父，内因外缘都缺乏是吧。好了，我们看下面有两个问题啊，第一个问题啊，大家提出来的，阿弥陀佛师父吉祥啊，法华学印卷第一中说，破惑悉法入空对应三藏教生灭四谛，破惑体法入空对应通教无生四谛，破惑次谛入中对应别教无生四谛啊，这个地方对应别教无生四谛应该有问题啊，应该是对应什么呢，别教无量四谛，无生四谛那不跟通教一样的嘛是吧，一破惑一切破惑圆顿入中者如来则转无作四谛法轮起圆教也，你光听这个不看文的话大家都听不懂啊，不太容易，这都是术语啊，反正就是说分别对应四教，赞同别圆对应的什么呢，生灭四谛啊，通教的无生四谛，别教无量四谛，圆教的无作四谛啊，都是破惑破烦恼嘛啊，用四种不同的四谛这个法轮去破烦恼，这个轮是法轮，它是一个武器啊，它是个佛法的武器，能够破除一切的迷惑烦恼啊，分别是四种不同的四谛法门啊，生灭四谛，无生四谛，无量四谛，无作四谛啊，福请师父弘慈演说开示其中义理，这样好，再开示义理，这又得讲一堂课了，讲不了知道吗，当然你提这个问题当然是很好，但是说实话这个题的量啊太大了，以及如何在现实生活中依此观修，这样还得说运用啊，具体如何运用，你光讲理都我都已经够难讲通了，你还要讲具体怎么运用修行，这就更难了是吧，感恩师父慈悲赐教阿弥陀佛，这样好是吧，咱们不要讲其他的修行不修行，先把这个理先通一通是吧，生灭啊，我们说刚才说了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，那么贪嗔痴是什么呢，是烦恼，戒定慧是什么呢，是佛法，什么它属于四谛之中哪一谛啊，分别对应的贪嗔痴是属于什么谛，极谛啊，戒定慧属于什么谛，道谛啊，极谛是烦恼，怎么才能灭烦恼呢，以道谛来对着烦恼，那么道谛生那么什么呢，极谛就灭了，那么菩提生呢，灭谛出来了，涅槃出来了，那么生死轮回就没有了，所以说它是有生灭的，它这个四谛就是说你是来灭我的，我是来灭你的，明白吗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你不修戒定慧你这个贪嗔痴就灭不了，你怎么才能灭啊，就得用它戒定慧来灭，得修学佛法，用善来灭恶，用佛法来
灭除世间法这些烦恼，啊，用正来压邪，来灭邪，那它还是属于有生有灭的，所以叫生灭四谛。大家明白道理了吧？世间法本来是生灭，好，一到你这佛法三藏教还是生灭。就这个人就是正邪不两立，我们说的，但实际上他说的是有道理，但是这种方法不究竟，知道吗？你要硬要把它灭掉，你才能这个正念的力量才能成立起来，啊，正面的力量升起来了，你才有力量去灭掉它。那说明这个正和邪之间是什么呢？是有什么呢？对立的，对，是有分别的，这属于二法，分别法。佛教真正的大乘佛法什么呢？不二法门。那这是三藏教，通教呢？体法入空，当体皆空，就是你不要去破它，它本来就是无声的，知道吗？你要知道它本身这个就什么一切什么呢？帝国主义都是假老虎，都是纸老虎，纸老虎，假的。你真把它当老虎了，我要生产武器把它干掉，我们要消灭它，我们团结无产阶级啊，我们团结正面的力量，我们把它干掉，那是笨方法。现在什么呢？它都是纸老虎，你不要把它当成那么厉害，它没这么害怕，没这么凶恶，本能是无声，一切法当体即空。既然是当体即空，你不把它当回事，它就没办法真正影响到你。你越把它当回事，它对你的负面作用更大，明白什么意思吗？所以说，虽然表面上看，啊，戒定慧能够灭烦恼，但实际上贪嗔痴。啊，能够灭贪嗔痴，但贪嗔痴是实际上有这个自信的我吗？没有，它是空的，它是无声的，知道吗？你要真正理解到无声，你才能真正把它破得彻底。那么你能对治的这些佛法能产生作用的这些药，难道它就是真实的吗？也不真实，它是个方便，是个工具，只是为什么呢？要治病，药到病除，病除就不用再用药了，甚至呢，不要把病当成病，也不要把药什么当成是药，你的境界要更高更超然，知道吗？知道诸法无声。就有些人，哎呀，我学了佛法，你看我有很多功能，我也知道这个佛法怎么对应这个病，我知道，就他好像是个医生一样的，到处开方子，到处治病，是吧？自己以为自己了不得，然后有人说，哎呀，你看你身上毛病很多，你看你的烦恼多重，是吧？他就把这东西当成实实在在的东西，执着这个外向的东西。你说他能修到什么层次？层次就很低，知道吗？而且之间是有对立，是有分别的，他会产生很多新的烦恼。表面上跟别人治了病，别人不高兴啊。我试试给你，你要跟我，你看我多了不起，多崇高，是吧？人家不高兴，知道吗？虽然治了病，人家不高兴。是吧？你治病不是为了什么目的，人家根本也不是什么病，就随缘就完事了，知道吗？随缘本身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，表面上是幻生幻灭的一个假象，千万不要当真。本体是无声的，这就是通教，它的境界就比前面三藏教要高得多了，就等于做好事不留名，没有任何个功利心，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，但并不是放弃它表面的工作不做啊。因缘还得做，善法还得行，恶法也得断，但是呢，断善法无善法可断，断恶法无恶法可断，就是说虽然苦集没有苦可以灭，没有集可以断，没有道可以修，没有那什么，没有灭可以正，苦集灭道吗？虽然修，虽然正，虽然灭，虽然除，但是最终无所修无所证，这就是他的一种境界，是吧？无心去做这些事情，不要有心的去为，前面三藏教是有心的，我告诉你，所以最终做成了他这个程度不高，通教是无心的去做啊。但证入心空还不行，为什么还来个无量四谛呢？你自己证入空性，你还得发菩提心，四弘誓愿啊，我们就说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你为了度化众生，你还得学众多的法门，
破除众生的烦恼，让众生离开苦海，最终你才能证入什么佛道。你光进入这个空性还远远不够的，从空要什么出假，还有很多方便的法门、方便的智慧，你还得去学习呀。所以这个菩提道是非常非常极其漫长的。你把这些本事都学够了，你自己的智慧不断往前提升，同时用这些智慧去度化众生，你的福德不够的不断的圆满，这就叫做无量四谛。虽然是做了无量，最终还是什么呢？从空而出假，它是什么？建立在空性的这么个基础上，做了一切度众生的事业，无众生可度，说了无量的法，无法可说。虽然无法可说，但还得说法；虽然无众生可度，但又得度众生，之间没有任何的什么呢？矛盾。明白吗？啊，不是，我们以前看到一个特丽莎修女嘛，虽然众生可能说，她说，哎，很多人可能会误解我，但是我该做的还得做。虽然有一些人可能会毁谤我，但是我想想，该做的还得做，是不是？这就有点相当于这个菩萨的，你不要去在乎外在的这些东西，你该应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用性空的、用出世的这么一种态度去做入世的事业，因为光有出世没有入世的话不行，你这个出世不能究竟，不能圆满，同时你不能入世的话，光你一个人出世有什么意义呢？你所学到的这些东西你要分享给所有的众生，要遍施一切众生，让众生也得到这种利益，才是我们学佛的一个根本。所以说这个无量四谛是吧，必须从空而起种种行啊，慢慢的什么呢，完成你的菩提道，到最终无作四谛，就是所作已经吧，已经圆满了啊，是吧，做与不做都已经什么了，不着相了，不住二边，既不住于性空，也不住于缘起，到底是空呢还是不空呢？到底是一空一有呢，还是非空非有呢？不可说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之中任运用具足一切的佛法妙用，这就是佛的境界，就是最后的无作四谛，知道吗？这就太了不起了，你根本不用去想这些事情，因为你本身已经达到这个境界，你不用想它自然就能成就。还有你天天在这想，哎呀，我看看娑婆世界有哪些众生啊，他跟我有缘啊，他根基成熟了，行，我得去变化啊，我是视线去度他，这属于菩萨境界，还属于别教菩萨，还不太不算别教太高的菩萨，到了原教的佛菩萨根本就不用想，是吧，自然而然就会以最好的方式自然地应现在他身边，以最恰当的方式、最大的时间、最恰当的时间、最恰当的地点、最恰当的方式对应这个众生，让他得到最好的当下的成就，不用去思考就能，就是月映水中，月亮本来没有心的，自然就能映到水中。为什么呢？水已经有这个缘分了，它已经清净了，它已经没有染浊了，它能映现这个月亮，它自然就映。难道月映水中还需要我这月亮到下面去吗？还要我月亮想一想，我得映到你这个水里，不映到那个水里吗？没必要。这就是无作四谛。当然我们这个境界太高，我前面也跟你说了，实际上通教的是最适合怎么学的，是吧，先学无生法，先学性空，明白吗？世间的一切东西当下就是幻象，都是假的，都是空的，不要真正把它当作是当回事。但是你不要当回事，你不要把别人也不当回事，知道吗？有些人说，哎，空了没事，我说你几句，我是好心，但好心的话这还不是又是有了吗？对吧，我对你并没有什么，我这个人很直啊，有啥说啥，你说到痛快了，人家不痛快啊，是吧，我没有心，反正我没有烦恼嘛，我不管你有没有烦恼，人家听了有烦恼。这个无生法可不是这么修的，知道吗？你心中无事，但是也不让别人产生烦恼，所以性空不离缘起，知道吗？你这个缘起不是针对自己的，你要针对别人，让别人不要生烦恼，最起码的，不但不生烦恼，反而让别人欢喜，不就更好吗？同时也不妨碍自己心空啊，
你干嘛让他别人尝欢喜？反正你我就心空了，反正我心中无事，我自在，是吧？那不行啊，就是佛法都是这样的，对应自己要求肯定标准要高，但对应别人首先要什么呢？想众生是第一位的，你不能要求别人也让你空啊，遭受你自己一些不好的一种态度语气，你说啊，你也不要放在心里啊，你也空啊，人家空不了，知道吗？但是你得空，别人对你这样的话你就得空，不要光听的好话听不了坏话啊，我就喜欢听好话，比吃了蜜还甜呢，是吧？你千万不要对我态度坏，不然的话我心里受不了，我很脆弱，那你修什么佛？好好去学习观察因缘，虽然如梦如幻，但是因缘法里面是有无穷的奥妙的，它应该在什么时候合理的出现，对什么人应该如何去正确的方便的巧妙的去善巧的去运用，你都得学会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，然后你才真正的慢慢进入它的空性，那才行。你都不研究透，你说它就空了，那不是完全停留在口头上的吗？是吧？光研究还不行啊，还得锻炼，还得修啊，且经过实际上的操作，不同的训练锻炼，慢慢反反复复去磨练，最终你这个功夫才练得成，否则不行的啊。这就不说这么多，说多了没法讲了啊，那就怎么运用那就看吧啊。阿弥陀佛啊，好好念佛。所以上面第二个问题的话，哎呦，时间又到了，老夫时间啊够长的啊。行吧，再把这个地方再看看吧，再问一下吧啊，再提把它回答一下。阿弥陀佛，师父吉祥，师父慈悲。哎呀，这好，说了一大堆这个恭维的话啊，不能念了啊，这一念的话我一生欢喜心不好啊。直接说后面正题啊。师父在上次开示从假入空方时说到了念佛法门，说念佛也是从假入空，当然念佛法门不仅仅是从假入空啊，可以修从假入空。一开始我们心念口诵耳听阿弥陀佛这句万德洪名，是不是也相当于从假入关？确实有佛可念嘛，有心可念佛嘛，有能念之心，有所念之佛，这不都是假嘛，因缘假，是吧？能念有心，所念是佛，因缘和合，最终才能把这个佛号念出来，这就是因缘法。因缘法都是属于假啊，是从假上去修行起观。就是说我们信愿持名都摄六根净念相继，一句佛号念到底不拐弯，念兹在兹不换题目，假以时日经年累月，我们总归有一天会从假入空，证到空性乃至念佛三昧，这句话是没有错的。如果能够念兹在兹啊，你加以时日，反正你就一直持续念下去，永远不退啊，信愿也具足的话，当然就能最终从这个假里面慢慢进入到空啊，证的空性乃至念佛三昧。这是不是我们念佛的从假入空，叩请师父慈悲开示，这样理解是否正确？至诚感恩师父，阿弥陀佛。理解倒也正确，但是理解呢还不够什么啦，不够完整啊。你说以为啊，就一句佛念到底，我就不拐弯不换题目，什么净念相继，什么什么念兹在兹，这都属于一种比较笨的念佛方法，你还得从这句假方面去好好观察啊。当下这个念能念所念本来什么呢？无自性，本来也是性空的，知道吗？能念的心虽然是在念佛，心在何处实际上你是找不到的。所念的佛虽然有句阿弥陀佛可念，难道真正的佛性又是可以以形象一元去描述可以见得到的吗？也是不可思议的，它也是空啊。所以你不能仅仅从外在的这个事项去看，你要从事项上怎么去入空得做点文章。虽然念知道这个念是如幻如梦，知道这个念本身是如空，虽然是空，但还得老老实实念，明白吗？就不能把念佛这个相太挂在心上，不要太着这个相。为什么不要着这个相呢？让自己念得更加什么自然一些，念就是念，不要想着啊，这句佛号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谁在念呀？我在念，
是吧？有个人怎么念，是吧？我1秒钟念几句，1分钟能念几句，是吧？我念的累了，念的怎么，你都不要起任何的这念头，你就在念，就完全都已经忘乎所以了，明白吗？忘记谁在念，忘记你在念谁，但是呢，却又念得清清楚楚，啊，就无有间断，这个时候就离后面的空性。他这种方法就更加什么呢？巧妙一些，不要去想其他的东西，啊。所以说，大家好好去理解嘛，从假入空，这是第一步了。时候还从空出假，你念的一心不乱，就是不念而念。你念的什么呢？从假入空，比如说念而无念，那是从假入空；不念而念，那是什么呢？从空出假。你不要说前面这个念跟后面这个念是不同的概念啊，啊，无念，什么呢？念而无念，前面这个念是有念，后面这个念是无念。虽然都是这个念，这个念的性质是不一样的。到无念的话，就已经什么了？放下妄缘了，都已经一切念佛的这个相已经什么呢？舍弃掉了，你能才能达到无念。好，从无念再进入到念，念而无念。就从无念的这种状态，从禅定之中，从三昧之中，能生出什么呢？智慧。这个念比这个无念还更高，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？它是一种智慧，自然从无念产生的一种能量，一种智慧。前面这个无念是体，后面这个念是用，啊，那就好办了。说句实话，你都不用想，原来还去思考，也找不出解决的办法。现在不用思考，哎呀，智慧自然涌现在前。啊，反正触目你都能解决问题，没有任何的障碍啊，那太了不得了。最终呢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念和不念都什么呢？两边不着，啊，这就是中道第一关。到底是有念呢？到底是无念呢？前面还老是在折腾，到底是念而无念呢，还是无念而念？反正总是在这两方面走，是吗？要么是念，要么是无念，要么是念而无念，要么是无念而念。它总是有这些东西在，不是在这个境界，就是在那个境界，不是在这么一种状态，就在那种状态。后来通通都放下，全部没有了。这就是真正的达什么？中道第一义观。中道第一义就是究竟义，究竟义里面什么叫一法不立？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啊！但当然，这个立是不着相的意思，就已经修到圆满了。哎，对，我们下面就是从假入空就行了啊。怎么把这个念头啊归拢起来，把世间的这些妄念放下，最终能够什么呢？妄缘放下，单提一句佛号。把这句符号念得非常的什么呢？专注、坚定、如一，永远不变化，你就已经可以了。你就不要再去想，我念这句符号到底会不会有作用啊？到底佛到时候能不能接引我啊？到底能不能到时候能够消灾呀？能够延寿啊？能够怎么？千万不能这种想法，你就念就完事了，其他东西都不用想啊。当然，应该最终回向就回个向。不要天天没事就在想这东西，啊，就怕今天，哎呦，我念了100句符号，我赶紧回一次向，怕这个功德丢掉了，啊，下午念了1000句，又回个向，啊，怎么着，而且回向还一大堆，啊，保佑我的父亲，保佑我的母亲，保佑我的孩子，保佑身边某某某某位师兄，保卫其他什么的，保佑其他什么人，一大堆，对，这念一句佛号念的不多嘛，求的还不少。人说："哎呀，大家都有这个需要，我们得为他回向啊，怎么，好像想的是对，但说啊，有时候想的太多啊，还真不行。咱们心都是好心，说句实话，但是现在是力不从心啊。你修没修到那种程度，但是天天想这么多，你说，那是不是有时候会牵扯某些精力？说句实话啊，所以这现在这些群里呢，当然有时候现在都是粘贴好一点啊。"反正也不用重新再去编什么文字，再去动什么心思的，往上一粘贴，一回向完事儿了，是不？如果天天这好，我看一大堆，前面开始是一行，变成两行，后面变成一段一大段，
后面弄得不好，这个整个屏幕都不够用的，回向某某某，回向某某某，啊，那个消灾延寿，这个往生极乐啊，那个什么怎么怎么问题，学业有成，那个怎么怎么啊，实际上十几个人一大堆，列个名字，也很有意思啊。现在就是我们有这个，有这么一种平台，有这么一个方便，但是说句实话，有时候用的太多就不是好事了。所以说我建议是吧，从我们真正刚开始初学之人的话，还是专注于自我，并不是不发菩提心，不要世界的东西太多，因为它会影响我们自己这个念头。你这个定慧不修出来，没有止观的话，你最终是修不出什么太大效果。虽然你发了菩提心，这个菩提心真正能够度众生吗？你这种能量有多大呢？你点个小蜡烛，你想照明到照清照亮千里之外的东西，可能吗？你自己身边就这么微弱的光亮，你自己都照不清楚，你恨不得把这个光亮都给别人。当然心是好心，但最终实际上它的效果可能就很有限，还不如你自己先多专注自己的做的功夫，哪怕你没有回向这么多，做个总的回向，你同时别人得到利益更大，是吧？不看你是说的多么漂亮，想的多么那个，多么有妙微妙，而看你做的是不是真正到位了，是吧？说的一百不如十，说千不如一，行一行一呀、啊。所以这个行动是最重要的，发心一念，你最终说实话，你任意运都不用太多的去想这些，自然而然别人就受到你的这个方面的一种力量的一种影响，啊，反正大家就想啊，告诉你啊，好好相信阿弥陀佛啊，不要去想，哎呀，阿弥陀佛到底能不能保佑我啊？我到底能不能往生啊？还有时候还怀疑佛，怀疑自己，啊，还希望能够去验证一下啊，我念了这么多是吧？佛也给我感应一下呗，是吧？让我是增加信心呗，怎么怎么着？去想这些东西，都是凡夫的妄想心，知道吗？任何都不要想，就老老实实念。如果你能达到这种念头，哪怕不是念佛，我告诉你，你都能修出成果来，何况是念佛呢？多么不可思议的力量啊！对，所以最终呢，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对照我们自己的心，检查自己的心，收摄自己的心，管理自己的心，让自己的心变得纯净如一，把所有的念头全部放下。你这个时候你不想成，你自然就会成了。当然借这句佛号实际上就是个方便嘛，因为阿弥陀佛能接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高兴啊！没修成带一往生呗，是不是？没有佛的话，你靠自己很难修成，所以它是个方便法门，确实有很多殊胜的地方。但你不仅仅能就靠这个方便，靠这个殊胜，你自己还得找到最合适的、最根本的一种修学的原理去进入才行。这样的话，才能把这个法门的这种功用发挥到什么呢？极致。极致发挥不到啊，发挥到更大的一个作用力。极致的话那太难了，是吧？见人那等于你快成佛了才发挥到极致了，不能说极致啊，就是发挥到我们能够达到的最大的一种限度，起码比以前那要超过多少倍啊，这是确实不一样的啊。所以说这些东西的话，佛法是个整体啊，念佛法门需要不同的宗派、不同的法门作为一个辅助，作为参考，你才能真正的话明白这个念佛法门的圆满殊胜，它的一种微妙。这样的话能够反过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修学这个法门，能得到更大的什么呢？功德，更大的受用啊，就这么简单的啊，其他就不用说太多啊。所以说这里面当然都是具体，还可以很多的运用。那当然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思考，也可以观察阿弥陀佛具有的这种功德啊，对应自己，我们说去观想嘛，就观想佛是怎么样去对待众生的，我们自己碰到这些众生，碰到这些事情应该是怎么样去向佛学习，知道吗？不仅仅是口中念佛，你的行为、你的思想都要什么呢？跟佛慢慢的接近靠近才行，是吧？再把这个念佛就落到一些具体的运用、一些实践的地方去了。你不要光口上念佛，但心中没有念啊，行为上没任何改变啊，一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还是以凡夫心。
所以，当然你想去思考这个佛的功德，他这些法门，你不学习佛法，不听经，你怎么知道？必须要把你说出来。一句佛号是什么呢？我们说一句真言，它是秘密语，它含有无穷无尽的这种妙意，但是你听不明白啊，你不知道啊，你得通过这些什么呢？不能是真言，你通过显教说得很清楚的这些经论的这些语言，你才能浅显易懂，你才能明白。所以必须要去听啊！有些人啊，我就交给佛了，佛怎么绕，反正他就有不可思议的，怎么他不可思议是不可思议，你该思议还是你自己思议的？哪能念得那么相应？除非你念到一心不乱相应了，他才能发挥不可思议的作用。否则的话，你没到那一天，你是用不上的，你用到的只是其中的一点点的功用，这都是种些什么的原因，知道吗？修到一些是表面的一种功夫，实际上功夫没有，所以很多人学佛很多年，最终一看，跟世间人没什么区别。甚至有些人觉得念佛的人或者修行的人跟比我们世间人还不一样，因为他原来的毛病不但没有改，又增加了学佛的毛病，是吧？原来毛病不想改了，反正我进入佛门了，我不关注了，也不想去改，就光面修些表面上的功夫。然后佛法慢慢让他产生一些傲慢，觉得自己修行了还挺了不起的，比你们那时候我说很有福报，你看我很有修行，还自视甚高，反而瞧不起别人，又产生新的烦恼。世间的这些情执没有放下，佛法的执着又升起来了，他反而变得比世间的人还不如了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自己没有真正修到实处，没有真正明白佛法的真正的道理。不是说真正做不到，你如果真正明白，或多或少都能做到一些，关键还是没有明白。只要真正的明白，你不能说啊，我只是说到做不到，不可能的。你不可能100%做到，但是你做到其中的0.1、0.2，是完全有可能。好吧，大家就努力吧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好好学法华经。好好修净土法门啊，这两部经典这一合起来，这好，上品上生啊，希望每个人都上品上生，真的是这样，不在话下，真的是不在话下。只要自己努力，这算什么？以后成佛都是，是吧？而且大家是应该是即成佛道，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应该是这样，有这么一种信心才行，不然的话，你学这个干嘛？佛白给我们讲这么多了。最终还说不相信，对自己没有信心，那完蛋了，是吧？成佛也不是多难的事嘛，是不是？只是需要假以时日，这是时日而已，这不是时日，假以结束而已行了，好，其他不说了，我们最后做个回向，请大家合掌啊。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。从身语意之所生，从身语意之所生，一切罪障皆忏悔，一切罪障皆忏悔，罪从心起将心忏，罪从心起将心忏，心若灭时罪已亡，心若灭时罪已亡，心亡罪灭两俱空，心亡罪灭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。是则名为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，世世常行菩萨道，自归依佛，自归依佛，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，体解大道。体发无上心，发无上心，自归依法，自归依法，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，深入经藏，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智慧如海，自归依僧，自归依僧，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，同理大众，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一切无碍，何能慎众。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
庄严佛净土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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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今天的课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清净法身佛，清净法身佛，清净。